用在你身，创造万物。
有改很多吗？没有，只是变简单了一点，是不是？和弦变比较简单。哦。然后你刚刚的唱法我有录起来，然后我请心宇，好，就是跟陈伟说讲。上次我跟陈伟说你要跟他们讲要这样子唱，结果他都没有。哎，就 BB 还是唱很多那个一直附点。好，那好像、哦、需要重新再走一次吗？应该还好吧。嗯，我觉得还好。觉得我们 OK， 明天彩排再来，有二手在。明天彩排再来，好哦。OK， 收工。我们会有什么呼叫？还没出来，对不对？不知道，哎、欸，我忘记了。明天是谁讲到啊？雅婷知道吗？明天第一场没有呼召，第二堂还没有出来。是早上是谁？没有呼召吗？张牧师师母。早上是先张牧师，然后第二堂。第一堂是张师母，第二堂张牧师。哦、好，谢谢。那没有的话，就先弹刚最后一首好了，可能他们比较熟悉。